巧哈，正好讲到中阴救度法啊，讲中阴神识无知转轮回。这个中阴救度呢，是莲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扶藏法。那在末法时代呢，能够利益很多众生。藏传佛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两种法不用修也可以成就，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中阴。救度秘籍，还有一个就是破瓦法啊。破瓦法呢，你没有上师带呢，你不修还是要修一下。只有这个中阴救度秘籍呢，师父只要把这个传承给你，当然也需要传承啊。师父把这个传承给你讲解了以后，然后你就不断的念诵。书上说念七遍，那七遍的意思就是你念的不忘记了啊。你只要不忘记。到了中阴境界，你能想得起来，你必定解脱，决定往生，最低也可以到极乐世界，必定解脱的。所以说这个法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法，就是在中阴的境界里面得解脱，就是死后的解脱。如果这个时候，死后的时候有师父啊，有道友给你念诵，那就更好了，你生前的时候就记得。时候有人给你念，一念你马上全部都想起来了，并且我们在中阴境界里比活着的时候要聪明九倍，那你活着的时候不记得，到了死的时候全部记起来了，那么呢，那个时候祈请莲师或者观音菩萨，就必定会得到往生，最差最差也可以往生。如果修得好一点，可以得到报身成就啊；修得更好的，可以得到法身成就啊。法身成就的话，就等于这活着的时候跟开悟、明心见性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在中阴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可以证悟法身啊，这是根基好的。第二个就是证悟报身，最差的就可以证到化身，化身成就就是往生刹土。往生刹土的话，根据你自己的愿力，你可以往生。好，我们今天好好学啊，以后你们就可以念诵啊，念诵这个中阴救度啊，特别年纪大的人，你可以多念念啊，一个月念一遍，直到念到往生为止。我们道场里还有这个录音的啊，如果你自己不太会念，就听录音。可以多听啊，年纪大的人要是没有把握的人多听几遍。从没有中阴中游戏出了中阴，这场玩笑闹得可不小。你难道相信竟有十相中阴轮回生死，怎能够忍受这无聊的游戏？什么是六道四生？什么是十法界、形来法、空？你其实不必这般沉迷啊，我们单着的东西呢，其实都是游戏幻化的东西，这个法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莲花生大师为了使一切众生于死亡中阴中得到解脱，心去于大悲三摩地，于是开始了甚深究竟闻即解脱听闻即解脱的中阴救度法要。众生在死后中阴镜像现前之时，应当现观诸法实相，并听闻听闻这个现观喜乐以愤怒诸尊得证神识自在的教法，而得圆满广大解脱，并一心祈请归命清净法身佛，光明无量不可称，归命圆满报身佛，莲花寂静愤怒尊，
归命莲花生大士，一切有情依护主，归命传承诸上师，佛陀三生无礼敬。上根的智慧者呢，在现身听闻中阴救度的法要之后，依其导引而修习，必能够现前得度啊。假若未然，那么在死时中阴境界现前之际而修习千时之法，也可仅依这个意念中阴救度秘法而自解脱。一般的凡夫若修习此法呢，多能受用解脱，如若不然，也应与实相中阴境界现前之时坚住不移，一心谛听，则终有闻教得度的大法。如果要了悟这个妙法，首先应当依现观死亡征兆自度法门，次第验视逐渐现前的死亡真相，接着等待死亡真相视线圆满之后，立即使用千时法药，这时只要意念其中阴救度的过程即可获得解脱。如果持名于且行者，在千时之法当中已得成证，那么本法即无必要为他们读诵。啊，就是在持名啊，有些持名行于且行者呢，他已经得证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念了，他自己就修了啊。假若未然，那么就需要在接近亡者的遗体之处，正确明晰地读诵中阴救度的法要啊。活着的时候你自己多念，在你死的时候有人帮你读诵。另外，假若遗体不在墓前，则读诵者应该安置在亡者生前常坐的位置或常卧的床铺等处之上啊，依止法性的妙力，接着召唤啊亡者的神识，观想他现在在目前谛听，然后依法读诵中阴法要。在宣法之时，亡者亲属或挚友不应该悲涕嚎叫，以免动摇亡者的神识，使他心生贪染恋着而不得解脱，所以也应节制啊，就是不要哭啊。你哭什么呢啊，自己想想啊。假若有遗体在前，那么在呼吸刚停之际，由亡者的上师、他所信赖的佛教的同修或亡者敬爱的好友啊，趋近于亡者的耳际，但不要触及遗体，依法读诵中阴救度的大法啊。师父呢的方法是这样的，就是把它录好了，录好了，用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录好了，声音也挺大，但是你这个念诵的人哈，就是要必须要有人，你不能拿个录音机往那一放人走了，那不行啊，这样的不行，那亡者就不来了，就是招不来，这神识无法招来。就是那个录音机要是帮助你念诵的，要跟着那个念诵小声念就可以，但是你心里面要那个意识要念出来，就是你心里面要心领神会，也就是说他在念诵的时候你要跟着把那个境界观想出来，那么这个中阴身呢就能够领会得到，他就可以啊，就可以回忆的起来啊。否则的话你放个录音机那不行的啊。我们用这种方法度了很多人啊，我们道场有这个录音，以后遇到亡者你们就把那个录音一放，然后你就跟着念啊就可以了，跟着念。那么一般来说修行很差的人就念第四部分就可以，前面的不用念了啊，直接念第四部分。生前如果不信佛的人，我教你们哈，你们记住了，不信佛的人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开示啊，就是说你看你现在死啦是吧，你看你的有中阴，你有神识啦，你要去轮回啦，要你不听我的法呢你就去投胎了，就告诉他有六道轮回，然后给他做皈依，反复给他讲六道轮回，讲因果，然后给他做皈依，
啊，然后再给他念这个中庸救度秘法的第四部分，就是最后一部分啊，那个前三部分念的没有用，他也听不到，他听本听不懂啊，又没有修过法的人听不懂，或者修净土宗的人呢，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人呢，也可以直接念第四部分就可以了，所以你们记住哈，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就是他的亲友啊，他的亲友如果信佛，那是最好了啊，给他念诵。以后你的父母是吧，要百年以后，你们自己，你们给自己的父母念，那是最好的。你可以请一个莲师的像啊，然后呢观想自己是莲师念诵啊，这样，或者观想莲师在头上加持念诵啊，这个师父都讲了哈，以后你们自己不用来问了，这样都教得很清楚。此时应当依力准备广大的供养，尽力供养三宝，假若不能够具备，也应当汇聚所有的物品，一心观想，使其化为无上妙供啊，然后呢祈请诸佛加持，并请三宝空行护主，免除亡者的中阴境界的那个险难恐怖。当亡者死时中阴境界现起的时候，应当现观明空光明，以圆证法身。这个有修证的人，他在自己临终的时候就是现观法性。那如果生前开悟的人，生前如果明心见性的人，也就是证到了这个法身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一定能证到的啊，只要没有人严重的扰乱他。一般如果他正常的啊，就是去世的话，他生前如果开悟的人，他临终的时候一定能够圆证法身啊，就是能够融入法界啊，证到法身的啊，融入法身，然后他就可以有化身了啊，他随着愿力他就可以任何刹土都可以有化身去啊，圆证法身的人的境界高。下面一个是，也许亡者曾经听闻正法，但未领悟，或是有所领悟呢，但是慧力不足。但不管何人，凡是曾经修习瑜伽秘法及中阴救度法要的人，使用此明空妙法，即可遁入根本明空，直证无生法身，不再经历任何中阴的境界。啊，就没有中阴，在临终的时候直接证入法身。啊，这个要曾经修习过这个瑜伽秘法的人，还要这个学过这个中阴救度，必须要通达教理的哈。这个中阴救度秘法的这个法要是大圆满的法要啊，你要是看不懂也是证不到的。当王者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命力即下降，入于智慧脉轮之中。啊，命力下降，这从这个中脉啊进去了，从下面这个中脉啊，然后命力啊下了智慧脉轮之中。这时能知的神识呢，能知的神识啊，即可现会法尔本来的根本明体。然后呢，此时命力向后窜出，向后窜出呢，又跃出了这个左右两脉之时呢，这中阴经象会顿然现起。就是说这个命力啊，如果入这个智慧脉里面，入中脉啊，在中脉里面那个红白明点相会的时候，那么呢，就是根本明体啊现前的时候。这个没有正量的人就做不到啊，就是说红白明天白菩提啊，从上往下降，红菩提从下往上升，然后呢汇合，然后就会根本明体，就会我们的自信就会显现。但是一般人就是做不到。然后这个所谓的命力哈，它就是有跃出左右两脉啊，这个时候中阴镜像就会显现啊，这左右两脉又出来了，就是。所以遁入法身明空的指示呢，要在命力
通过脐轮之后冲入左脉之前实行所以说这个命令啊，就是所谓的通过脐轮就下去了然后冲入左脉，就从这个三脉相汇合的地方出来了出来以后就进入左脉了，左右两脉就是先到脐轮从脐轮再下去，我们都知道我们说的我们平常教你们修左火定的那个地方，就是三个脉交汇的地方，就是从那里出来了从那里一出来就到了左右两脉了智慧脉是中间这个脉，中脉就是它下降到了就会出来了。那么命力行持所需的时间约为垂死之人最后吸入的空气至尚未完全吐出之时，或是常人吃一顿饭的时间时间很短，气断了以后就是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命力就开始下降，降入入这个智慧脉轮，入中脉汇合汇合以后呢就下降那么从这个汇合到下降呢这段时间呢，就是如果能够证入法身这个时候就是只有一顿饭的时间，他最后一口气吸进去还没吐尽呼吸将停未停之时，正是千世法圆满得力之时，假如未能得力，应当由上师同修或者亲友对王者说这个时候跟他说叫他集中精神就放弃一切执着还是可以引导的但是平时修过没修过引导也没用，就是生前就修过这个法的人，这个时候呢由上师或者同修给你引导某某称呼王者的名字，现在你是正道的时候了，你的气息即将停止，你的上师已经帮助你现观明空光明了，你即将在中阴境界中体悟实相的境界实相就是指本性了，其中一切的万物万象都如同无云晴空一般无爱无暇的智慧体性就如同没有边际及中心的明澈真空，那个时候就是无我的无我无人没有边际也没有中心，你应当现前了悟自身并安住在这法身的境界中这个时候可以提醒他回光返照安住法身，我这时也将帮助你安住在明空体性，对于弥留的人反复地在他耳际读诵多遍殊胜的导引，直至王者出息已停悟使明体法身的妙意映入王者的心中。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讲这些，开始反复的讲这个就是弥留的时候这个哭泣还差最后一口气，最后将断未断的时候，如见王者呼吸即将停止之时，那么使他的身体右侧向下眼息，右侧就是侧卧，右侧卧呈吉祥卧姿，如果颈上左右两条动脉有震动的现象，应予压止。垂死者如果有嗜睡或者睡眠境界现起，应阻止加压的手指可以放松，但不可放开，使其冥观死亡的历程那个时候呢不能昏沉也不要散乱就是回光就是安住不执着任何的现象，就是这个要证果法身的人才能明白这个意思没有证果的人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也听不懂，他不知道怎么修。如此不知可使命力不从中脉折回，本来是入了中脉嘛，但是呢一般的人又从折回来了，折回来就是下到脐轮以后就出来了，但是不使中脉折回，然后从上面出去了就是说并可使命力必须从顶轮溢出，这个时候呢当时用现观的法门一般的人呢就是从三轮相会的时候就是折回左右左脉去了或者右脉，
那么呢，如果修行的人呢，这个时候如果不让这个啊这个命力折回啊，就是从顶轮往上走，那就是真无法生了。一切的有情众生都可在此时看见明空实相的中阴境界，而这明空啊，明空不二啊，明空不二的境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边际，也没有中间，也没有我相啊，也没有众生相，一切就是明空无二。那个时候既不着空，也不着明，也没有任何概念啊。那个时候不可思议啊，不能思议，有思议就不是，那就是颠倒了。那个时候也因为你的命力在这个中脉里面，那个时候你是不可能有任何思想的，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意识啊。那个时候连第八识都显现不出来啊，就会这样子。这个神识在中脉里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妄想的，所以那个时候只有明空不二的这个实相啊，实相无相啊。呼吸停止之时为命力啊，流于中脉之时啊，呼吸就是停止的那一刹那，命力就在中脉中。一般人呢称呼这种现象为神识昏迷的状态啊，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啊，看这个死者的气脉与命力的情况而定。曾经有修习禅定且稍有坚固定境以及气脉这个稳健的人，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大都很长，而气脉受损的人可能只有一弹指轻就没有了啊。像我们凡夫啊，普通的凡夫，这个气脉受损的人，就是这个呼吸之间啊，你一呼吸一停，就是一弹指，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啊。是凡夫啊，没有修行的人。但有修行的人呢，他持续的时间就长。你看有一些大德圆寂了很久了，他都啊还在，他的神识还在里面，他定力很强，一个星期都不出来都有啊，有甚至有好几个月都还在定中的都啊。这个持续的时间不定啊，气脉健全的人呢，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大都很长的。气脉受损的人呢，就是一弹指轻就没有了。以前我们看那个书上说啊，3到3天半，那个是最普通人来说的哈。这种神识昏迷状态持续的有3天半到4天的时间，那么这个是指那种那有一定的修正的人啊，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修行人在现身时就应了解死亡的重相。所以此时就能够自我观照死亡的众相，但此观照应在神识昏迷前使用啊。就是你这个要修大圆满的人才会可以这样子修，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昏迷，就用修大圆满法安住在这个大圆满的境界里面，然后等这个一断气，那么呢就马上就自信显现啊。那其实那个时候神识就会就在进入中脉，然后当下就进入那个明空不二的境界了，证悟法身呢，也就是那大德死的时候不叫死亡，叫圆寂圆满的寂灭了就是证入这个最高的境界了。这个观照应该在神识昏迷之前使用这昏迷以后呢，他就自然的融入到那个法身境界里去了。那个时候就不能观修了，没有观照了，是吧？还有观照那就不是了，它是不需要观照的，实相是不需要观照，它就是我们的本性，它就是我们的最真实的那个这个自信最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幻的，只有这个是本体，我们说的本来面目，是吧？这个是我们最原始的本来面目，这个是不是修出来的？这个本来就有的，观照是一种导引观修啊。在这个昏迷之前往那个方向导引，你导引的方向是正确的，等你一昏迷那就正好就融入那个境界了你导引错了那就不行了，你要有执着，那么你心里面还有执着你就错了，那你就会导引的方向就偏离了那个正道，只要你有一丝毫的执着就偏离了，有丝毫的执着它就有力量，那个力量就会把你带偏了，那你就进入不了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是没有丝毫的力气，丝毫的执着都没有就融入到这个法性中没有任何执着。
啊，没有任何这个我相，还有什么啊，众生相，哎，没有任何境界，明空不二，明空在明中啊，也不执着明，在空中也不执着空，啊，没有空相，也没有明相，但是又在明空中，啊，如果你还有明空，啊，看到光明了，那个都不是，是，那就说明你已经颠倒了。啊，看到什么光明啊？那你已经出来了，你已经出了中脉了。看到光明或者感到虚空，有虚空相或者光明相，这已经离开中脉了啊。这个都不是实相了，实相的就像我们在空气中不觉得空气一样，是不是？我们在空气中，你觉得哦，我空看到空气了，或者执着有空气吗？啊，一样的啊，就是说没有执着。虽然你在空气当中，但是你并不执着空气。你有丝毫的执着明空，那都已经偏离正道了啊！但是刚这个断气之前呢，是需要引导的哈，往这个没有执着的方向去引导，才能融入这个自信。这个讲得很透了哈，你们自己慢慢去修啊，不要着急，先不要修这个啊，你现在修的太早了，你还有我执坚固，烦恼多多，是吧？你现在修这个就太早了，你先去除那就各种各样的执着啊，先不要这个是跟你们讲一下，你们知道就好了，往这个方向去修，但是现在修，你现在修这个法还太早，你修不了啊。但你们还有一两年快圆寂的时候，可以修修这个法。当然，你要是觉得你是大根基的呢，那个我就不在此个范围之内啊。有些人是菩萨转世的，那是另当别论，那跟人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观照应该在神识昏迷前使用啊，引导。那有人帮助你引导，还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引导自己啊，自己的神识，自己的往这个没有执着的方向去引导。假如死者不能够自己觉照死亡的真相啊，那么呢，死者的上师或者金刚师兄弟应该将死亡时出现的各种真相逐渐的反复导引解脱，务必使死者心中成就啊总持完全记忆。这个首先是告诉死者，现在呢地大沉入水大的真相出现了，你身体呢全身产生极大的压迫感，就是泰山压顶的感觉，就好像你把你给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啊，每次死的时候都被压。有些时候你们睡觉的时候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身体非常沉重不能动弹啊，这个是有些是做梦，其实那不是鬼压了你，是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不小心进入这个状态了，进入这个要进入死亡的状态，就是地大沉入水大的真相出现了，你就感到极大的压迫感，所以你就非常惊慌啊，你害怕起来了，因为这曾经死过无数次，你每次都有这个经历，所以说这个真相一出现，你就不自觉的就知道这个死亡要现前了，所以你非常害怕，是不是啊？很多人都啥又以为是鬼压了你，其实没有鬼压你啊，是你地大消失啊的时候的一种真相。那么下一个是水大沉入火大的现象升起，你感觉到十分的湿冷啊，就是身体感到冷，并且很湿，又湿又冷。啊，像那个寒冰地狱似的，啊，身体很潮很湿啊，内在的那种湿感还有冷感。下面是火大落入风大的现象，你感觉到被强风啊狂吹，在那个狂风当中吹啊，吹的你那种感觉。风大沉入空大的现象，你感觉陷入无边啊无际的虚空之中，啊。就是这样，最后的就是空大现前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你就陷入虚空了啊，无边的虚空啊，感觉自己掉到虚空里面去了，掉到太空里去了，没失去了重心，失去了重力啊，没有重力的感觉啊，在虚空当中。当死亡的真相完全体现之时，接着用慈悲而温和的话语对着死亡的去说：某某啊，千万不要让你的神识受到牵引啊，就是这些景象出现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啊，这是自然融入啊，顺其自然，保持关照就行了啊，不要让你的神识受到牵引，
啊，沉入昏迷或者掉举恐惧，不要恐惧，不要昏沉，死亡已经来临了，啊，你要坦然接受啊，死亡来了，这个不是死亡，这是你融入啊，融入法界的时候，这是你要证悟法身的时候来了，你要这样想啊，不是不要说死亡来了，是吧？哪里有死亡？啊，我们的法身不死的，所以说这个证悟法身的时机来了，你心中要抉择了之，这就是命中啊，此生报尽的时候。我现在决定趁着这个机会，为了利乐法界一切有情的众生而成正圆满佛道，并发起广大誓愿，成就大慈大悲，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同证菩提道果，圆满究竟菩提。这个呢，应该是在啊断气之前很久就要不断的念诵的哈、啊，就是发菩提心。那、啊、到了最后快断气的时候，没时间想这些事了。你如实的思维之后，特别是现前的明空光明法身，能在死后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证成之时，你如实了悟啊，圆满契入体性法身境界，立刻啊证得大手印的境界，的最大利益。这里说是大手印的境界啊。它跟所谓的大圆满境界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啊，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在这里说大手印的境界应该是更准确一些。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像佛陀那样证入大圆满的境界。纵然我不能够亲会中阴，但我也必然能够明了中阴的镜像。啊，就是说这境界你不一定都能够亲自那个会见，就会就体会到，就是都能够见到，但是呢要明了，在中阴中掌握契合广大报身，并以种种形象化现于世间，并饶益一切有情众生啊，就是这个愿要先发啊，你不发的话呢就比较麻烦啊，到时候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我应当以无边的愿力救度啊，净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众生，虚空有尽，无愿无穷啊，就是要先一定要发愿啊，没有这个愿力的话呢，到时候你就是沉着在那个境界里，可能出不来啊，会很长时间出不来。这个愿力呢是要发的，发了愿就是说你融入证入法身以后，很快就会体验到报身的境界，最后呢。就会有化身啊，有接着来到这个有缘的法界利益众生。你现在已如是发起了这个大愿，决定永不舍离啊，并且一心总持忆起生平所学习的种种圣法，总持哈，就是那个时候把一切法呢，就是总持成一个法了。那个时候不要想很多法，没有很多法哈，就是把一切法融成一种修法。啊，没有那么多修法，也该省略的都省略掉了。生者应将自己的嘴唇附在临终者的耳际，清楚而又明白的反复的叮咛嘱咐，使这些法要能够完全总持于亡者的心中，使他的心念须臾不要离开这些法要。啊，就是要发菩提心是吧？然后引导他不要恐惧。不要掉举，不要昏迷啊，让他保持观照清醒，保持觉照就可以了，保持欢喜，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些境界出来的时候，你要有欢喜接受那种心态，就是融入它啊，接受它，不要排斥，不要恐惧，不要逃跑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啊，张开双臂啊，完全的融入啊，接受这一切过程。你们也可以这样试一下，以后你们在被鬼压的时候，你就想，你压吧，你就观想融入啊，接受它，让它压，你自己把自己一空掉，马上就好了，就没有东西压你啊，你别害怕，你就接受它啊，你不接受它，你的我执坚固，你当然压得你难受。那个时候你会修法的话啊，你要修法回光返照啊，把心打开接受
那么接受这个压迫，让他养啊，然后完全的接受，那么就好了。不要害怕啊，不要怕把你压死啊，压不死的。接着再叮嘱，某某谛听，你现在呢正安住于清净的实相明体当中，你应该现前任取法尔的明空光明。某某，你现前的智慧体性自性本空，无色无相，本来寂静，即是性空实相，即是普贤法界的真实体性。这个是在证入这个之前说的哈。如果这个已经证入了，肯定听不到你说话了。这个是引导，听到了没有？这个还没有证入，如果已经证入了的话，不可能还有这些名相啊。那就是引导你，引导你证入。即将要证入的时候，就这样告诉你啊，你快要进去了，明空光明，就在那个端口上啊，即将要融入这个实相的时候，就这么引导。自性本空，无色无相，本来空寂。你先前要去认起它，你应该认起，是吧？认起，这说明你还没有进阶，你进入了就不需要认起了，就是要往那个方向引导。你自身的自信就是法身净实自身，即是普贤王如来，就是普贤王如来，也就是我们的本来，本初佛，所以这里叫普贤王如来。而所谓的本来空寂，即是无障无碍，无有恐惧，光明现成，随缘示现。你应当现前认取这明空喜乐的自信，自身。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好了啊。自信本空，无色无相的法尔净实。这个实是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就是我们的本性。以光明现成，以光明现成明空喜乐的自性，二者无二无别，不可分离，两者圆满契合，就是广大圆满的法身境界。你自性的明空光明性体本空，以光明法身无二无别，就叫明空不二啊。空，因为空是真空，明是一切显现一切相的原始的这个自性功能。如果没有明，那只有空，那就不行了，那个法界就是不可能显相啊。如果只有明没有空，那是妄明，不是真明啊，不是自性的本明啊。自性的本明可以幻化一切啊，幻化一切显相，所以叫明啊。明在这里呢代表显一切相的作用。空呢是代表真空啊，所以说我们说真空妙有啊，这个妙有呢是妙用啊，就是这个明就代表幻现一切显相的作用，这个功能。空呢是代表它的没有任何的妄相，没有任何相是空的啊，有相的东西就是死的啊，只有空才是活泼泼的，它可以创造一切。有相的东西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是死东西，它创造不了别的东西啊，它不能幻现别的东西，因为有相的本来就是幻象嘛，幻象它就是死的嘛啊，它是没有创造力的。所以一切幻象呢都是没有自性的。简单讲没有自性啊，有自性就可以创造一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吧？六祖讲的是不是啊？这个自性能够演化万法。这自性呢本身呢就是明空不二。它既不是空也不是明它是明空无二的。这不可分离的净实，这个净实不可分离的净实，无生亦无实，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无量光明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阿弥陀佛所谓的这常寂光土，就是在这个地方，阿弥陀佛就在这个常寂光土，这个就是常寂光。你能如实的认知并现前证取就圆满啦，法性自身。你自身的自性即为成佛的空性，自身的这个自性，这个自性就是成佛的空性这个无二自证分就是正自证分，亦即为自身的净实。如此认其即可
使你安住在大觉的体性境界之中。无智亦无德，说是说智性，但是你不要执着有智性，所以叫无智啊。无智亦无德就成了空性了啊。嗯，也就是说智性即是空性，因为你要认识空性啊，要靠这个智性来认识，没有智性怎么认识空性呢？怎么认取呢？所以我们能够认取空性的这个性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叫自性。那么自性也就是空性啊，你自身的自性呢转变成了空性啊，啊把这个自性消融了，融入到空性里面去了啊。说它自性是因为它要认取啊，要认识这个啊圆满的法性自身，所以叫自性。这个自是智慧的自哈，不是自己的自。反复的嘱咐王者三遍乃至七遍必须清楚和明白，如此一来，一者可以使王者一起往昔上师所教授的清正法门啊，就师父今天晚上讲的你还能想得起来，到时候死的时候能想得起来就 OK 了。二者可使王者将自身无有遮障的净识认作根本的明空光明啊，通过这样反复的引导，这叫引导啊，引导他认取自身的这个根本的明空光明。三者可使认清本来面目的王者与法身无间契合，现得解脱。就是呢这个所谓的本来面目呢与法身无间，那就是融为一体了，一个了，无二无别了。死亡之初的明空光明一经闻证认取，即可现成解脱。但是呢，如果未能证得呢，则约在呼吸停止后一顿饭的时间呢，中出现续发的冥想，续发冥想。但是依死者气脉好坏及往昔的修法而有长短。这是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跟你们讲了以后，你们就有了传承了。你们可以反复听师父的录音，如果信心好的话就可以证悟，不死也可以证悟啊，就装死。